已经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衡阳省啊，衡阳市衡东县杨桃镇。我们在的是村老板的工地，现在是学校后面有一个小的那个工程要打，大家请过来看一下。铲车在施工的时候。现在是我们曾老板在开铲车，这只要1.2米的那个铲车就可以了。基本上是一斗石头，一斗沙，然后加上两包水泥。这边的石子比较好打，是标准的130，所以的话就是说，对我们的管子机器打的话也会比较顺畅一些。